所以第一首曲子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，叫做《神话》哦。这首《神话》是我们的原住民的歌曲哦，那非常好听，或许各位有听过哦。来，我们原住民有16族，对不对？哦，目前现在有16族哦。各位，我们用原住民的语言来唱哦。那各位猜猜看，我们会用哪一组的语言来唱？阿美族是吗？来，各位掌声。好，剩下15组可以猜。来，哪一组？啊？台湾族，哇，这个有创意啊！来，掌声。还有14组哦。啊，台东，在东部，台东。布农。卑南，来来，各位掌声啊！卑南族是卑南族的语言哦。好，那卑南族的语言我也不会了哈，但是我有去查，哦，我就把它硬背下来，然后我去查它的意义，我发现哎，这歌词非常有意义哦，值得在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哈。他这样讲，在一个太阳西下的傍晚，我走过了一个麦田，看到一波一波的黄金色的波浪，我想起了这块土地，曾经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流过他们的泪水，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在这里流过他们的汗水，我们的祖先更曾经在这里流过他们的鲜血。神话诉说着祖先筚路蓝缕、开天辟地的故事，神话也鼓励着我们效法祖先的精神，勇敢地往前迈进。神话，Wow.